吗？没啊，我跟你讲哦，洪灾要来啊！等一下下班赶快回家，不要在外面乱跑。哎，妈妈妈，好啦好啦，我等一下要开会，我要准备开会的东西啊，我晚点打给你哦。好好好，好，先这样，拜拜。气象局说，可能最快在周四一天之内，海陆台风警报齐发，预估有可能在星期四中午前后发布第13号台风海上台风警报，也可能在星期四晚上发布陆上台风警报。3号晚间8点，苏迪勒增强为强台，暴风半径超过200。小时候，每当台风来临前，母亲总是忙里忙外，而我总像个小陀螺样跟在母亲身旁装忙。夜里停电了，母亲知道我很怕黑，总是点着蜡烛坐在床边轻拍着我哄我入睡，仿佛有了母亲，有了烛光，那可怕的台风怪兽就不能把我吃掉了。干什么？新闻都还没有宣布放假就无心上班啊？不是耳机里，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显示，山区已发布豪大雨特报，现在累计雨量已达警戒值，我有点担心我爸爸。你干嘛？哎，你干什么？您拨的电话现在没有回应，请稍后再拨，谢谢。妈，你没事吧？刚刚应该不是在去我们家吧？大娘哦，你这个人做一下简单，这件事情，其他哦，疏散引导组跟收容组的人，大家需要疏散的人，带到一只疏散的集结点。啊，若有啥物状况哦，啊，大家赶紧回报。好，按即马开始动作。是。你听呗。你看我妈妈，我刚刚打电话都没有接。啊，你妈妈在底下。小鱼。妈。哎，好啦好啦，我们回家啦吼。我永远记得那双让人安心的手与温暖的烛光，那是安全的记号。母亲是我一辈子的依靠，而自主防灾就是社区的依靠。这会防灾，免惊水来。